就不买秀的不投票的，我告诉你们相亲，你一定要守着最好玩的麦，我超级无敌期待高五人跟他一起唱，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。OK， 先说回来新年啦，因为新年期间呢，每个人的家里一定会有一些年货是必备的，比如说汉堡。临时计，麦要邀请你参与最好玩、最精彩的 party。在来临的星期六，1月7号呢，下午的2点到4点，在伊隆布吉金地，哇，我的家乡诶，巴生，除了有50。